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知为仁医，守护爱》。我是台中慈济医院身心学科林建明医师。在台湾，65岁以上的民众罹患白内障的比例高达80%。一旦出现视力模糊、看东西不清楚，一定要积极进行检查以及治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中慈济医院眼科郑立生主任来为各位观众介绍什么是白内障以及他的治疗方式。那很高兴欢迎郑主任。主持人好，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眼科郑立生医师。是，那谢谢主任来到现场。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是讨论白内障，目前民众还蛮多有这样的状况吗？对。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就再跟主任进行这样一个讨论。是，那我们先介绍今天的call in团队。是，那今天主持的这个call in团队有第一位神经内科郭启忠医师，第二位泌尿科林殿煌医师，第三位小儿科李宇胜医师，第四位耳鼻喉科宋秉觉医师，第五位核子医学科萧宇俊医师。我们 call in 的专线是04-2536-2377。各位观众如果有医学上的问题，欢迎打电话进来询问。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我们透过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感官一切。在今天，我们将透过一位75岁陈先生的故事，来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是白内障以及它的治疗。我们先看一段影片，请看。最初是这样，那个左眼拢直直雾去啦，一直咧看出了蒙蒙，安直直雾的，很不舒服啊。比如说我们开车前面的车那个车牌看都看不清楚，蒙蒙，所以很不方便。有时候远远看到人也看不出来是谁啊，也不敢跟人家打招呼啊，那人家以为你是，怎么说？他说。好像能挺 get 在呢，75岁陈先生左眼看东西常常模糊不清，因此对于日常生活以及社交活动造成很大的困扰。走路的时候，这个高低的判断，这个落差很大。我们看以为说就很平的，其实就有那个高度的感觉，所以你有时候一脚踩下去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会跌倒。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走路都放慢脚步，不敢走太快。陈先生因为视力模糊已经严重影响生活品质，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在2012年，左眼就是因白内障而开刀，因此今年右眼也产生视力下降、视线模糊的状况。在跟家人讨论之后，决定前往台中慈济医院就诊。在眼科郑立生医师的仔细问诊检查之后，确定陈先生的右眼是老年性的白内障。你的那个白内障进展的也还算快呢。在一年前的时候，你的我们的右边呢、还可以看到0.8，还事隔一年就只能看到0.2。对，我说你的画得很快。白内障是指眼睛的水晶体受到老化、外伤、紫外线或其他因素变成混浊的疾病，已知光线或影像无法清楚地被传送到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画面，因此会出现视力模糊、色彩丰富度减退、对光线敏感或度数改变等症状。来看我们之前更早以前哈，一年前，反正一年前左眼开刀前的视力是0.1啦。0.15，难怪看东西都蒙蒙，尤其那个距离判断都有落差。对，因为我们眼睛要两个眼睛看才会有立体感。如果一个眼睛看的时候，就会有落差。根据统计，在台湾60岁以上的民众罹患白内障的比例高达80%。国民健康署更推估，未来10年，台湾至少有100万以上老年人可能面临白内障困扰。若是有白内障的症状，一定要寻求正确的医疗管道来治疗，因为白内障是蛋白质的变异，是不可逆的，千万别擅自买坊间药水或药物来使用。一个是眼睛是
什么东西遮住了，什么买眼药水点一点，结果没有效果，眼药水点没有效果就不用了。所以主任，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陈先生来到眼科做治疗了哈，那他罹患是这个白内障这样的疾病，是不是先请主任说明什么是白内障？啊，好的。我们可以从这个投影片上来做说明。我们眼睛啊，它是有两组的一个镜头，是一组的底片，是，所以可以把大大的世界的影像投影在我们的底片上，就是视网膜上，然后借由视神经传导到脑部而产生的影像。那白内障就是我们的第二组镜头水晶体产生的混浊，让光线呢没有办法有效的投影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产生影像，产生了一个模糊的影像，这造是白内障的一个成因。是，所以这个白内障就是这个水晶体变成混浊的一个状况。对，没有错。是，那这个民众他会不会看东西会有一些问题？好，会，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民众所看出去的影像，它就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混浊的情况。是，包括影像的不清晰，包括明暗对比的下降，包括色彩丰富度的减弱，是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是，那民众可能也会关心说，那大家在提的青光眼，是那青光眼所看出去的世界呢，会跟白内障又不同。它是整个视野会缺损，那渐渐的越看越小，只能留到中间的影像看得到，是甚至到最后中间的影像也都没办法看清楚，是这个是青光眼看出去的影像。是的，那如果说是黄斑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底片视网膜的最重要的地方，它的解析度最高。如果黄斑部的病变，那我们看出去的世界呢，它的视野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呢影像呢就会产生扭曲，这是黄斑部病变所看出去的世界。那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形来做一个检查，自我检查。我们可以自己看着这样格子状的一个方格表，然后看看这周边的线，盯着这个黑点看，看周边的线会不会产生扭曲。好，如果有的话，那就要到眼科来做一个视网膜的详细检查。是，所以这个不一样的疾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跟这个黄斑部的病变，看出去的这个样子是不太一样的。对，没有错，但是都会造成视力生活品质上的一个影响。一个影响，对。所以我们好像也有听过有些民众这个罹患白内障，他会比较怕光的一个情形。对，因为白内障的情况包括他整个晶体均匀的混浊或是不均匀的混浊，是，那不管是均匀的混浊或不均匀的混浊，都会让他对光的敏感性增加，他就会畏光。是，那有些他如果是混浊在中心点，那可能他强光底下反而看不清楚，然后在比较昏暗的光线下它反而会比较清楚，这是说的后囊型的白内障。是，所以位置不一样，它产生的症状不太一样。是这样子，没有错。那我们白内障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分类，不同的白内障的这个类型？有白内障，我们大体上可以做这样的分类了。是，就是可以分为四大类，包括所谓的老年性的白内障，这是跟年纪比较有关，也是现在最大宗的一个情况。是，另外一个受伤所造成的水晶体混浊，这是外伤性的白内障，还有在先天发育上水晶体产生的异常所造成的先天性的白内障，这个发生的年纪都比较小，甚至出现在出生儿都有可能。是，那或者是续发性的白内障，这也可以是药物引起的，或是眼睛产生的发炎所造成的。那药物的话，比如说像类固醇，那眼睛疾病自己产生的，比如说像虹彩炎，都会造成这种续发性的白内障。是，所以有四种分类的一个情形啊。那当然有些药物也会影响，所以民众他就医这个药物的部分，我们也是要带到门诊，让这个医师了解。对，这样会更详细，更知道它的成因跟后续的治疗方式。是，那有没有哪些族群可能比较容易得到这个白内障？白内障最大的族群还是跟年纪有关啦，跟我们白头发一样，在年长者还是比较常发生。是，那在这一个族群以外，渐渐我们有注意到有个趋势，那就是近视的族群或是高度近视的族群，那他们更容易产生这个白内障的可能。因为在门诊上白内障有渐渐年轻化的现象，那我们感觉起来，统计起来，大部分都跟近视有关系。是，所以年纪跟这个近视都有可能是
这个好发的族群。对，是。所以我们刚刚也看到影片，是陈先生他好像是有这个左眼，后来是右眼的这个部分有些模糊，所以他当时看这个门诊的时候，你有这个注意到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对，陈先生他的一个症状就是他其实在一年前因为视力不清楚，然后明暗对比下降，然后影响他生活，来我们医院检查，我们帮他当时也确定他是有白内障，帮他做了晶体乳化手术加人工水晶体植入，所以之后他的左眼就很清楚了。是的。那今年他过来呢，是因为他右眼有不清楚。那除了不清楚以外呢，因为他左眼是清楚的，右眼是不清楚的，所以他的立体感就会相当的不好。他在走楼梯啊、上的看的情况都会比较担心，因为他看得到，但是抓不到那个距离感，所以他又再回来眼科在做追踪检查，那也确定他确实就是右眼也产生了白内障了。是，就像您提到这个，我们眼睛要有两个眼睛才有立体感的这个形成。对，是。那他到了这个诊间，我们主任为他做什么样眼睛的检查？因为在视力不清楚，它很可能是有很多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在诊间都会做详细的检查，裂隙灯的检查，然后散瞳的检查，来看看水晶体是不是真的混浊，视网膜有没有问题。当已经确定是水晶体的问题，那也许要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加做一个人工水晶体的度数的一个测量。是的，所以这个我们就确诊它是一个白内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疾病。对，是。那各位观众，我们经过第一段讨论就了解到这个白内障有哪些症状，以及它的分类跟好发的族群。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郑主任如何为这个陈先生做治疗。我们再看下一段影片，再进行讨论。我们请看影片。白内障最有效的治疗方式就是采取人工水晶体置换手术。在郑立生医师评估过陈先生的病况之后，建议用超音波晶体乳化术合并软式人工水晶体植入来做治疗。我们眼睛很小的一粒沙子进去就很痛苦了，我刚才要动刀他手术，我觉得手术拿刀这样不是 会害怕，结果进到那个手术的那个房间去啊，那等于是说你放心松了，不要怕，这个很简单，二十几分钟就好了，所以我就放下心房，接受手术。那事实也是这样啊，也不感觉痛，也不感觉怎样。郑立生医师为陈先生进行超音波晶体乳化术合并软式人工水晶体植入，首先在患者眼角膜切开小于0.3公分的小型切口，把乳化后的水晶体取出，接着将软式人工水晶体植入眼球，伤口小，恢复快，缩短治疗以及术后复原时间，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手术完隔天来门诊，隔天就要来门诊，比如说星期四手术，星期五就来门诊，门诊这个打开，哇，就觉得很亮，吓一跳，怎么这样啊？跟年轻一样，跟年轻时代一样，很清楚，很正前方了哈，伤口都很平整啊，角膜也都很澄澈，伤口照顾得很好。医疗科技的进步，白内障手术已发展成细致的显微手术，并且不会增加眼睛负担，多数都能大幅提升视力，但术后的眼睛保养更为重要，因此一定要遵循医嘱，定期回诊追踪。刚开刀完，他有交代，要戴这个护目镜，不能跑到有灰尘的地方，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不能碰到生水，眼睛不能碰到生水，还有不能电视不能看太久，不能就是不能太用眼了，不能太让眼睛疲劳，这样。三个礼拜在追踪如果过程中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或者提早回门诊看。治疗过程中，郑立生医师亲切的问诊，聆听患者的病痛，提醒回诊时间，并且对于病人提出的疑问耐心详细的解答，让患者从愁容变笑容，使医病两者之间建立起信任新关系。我觉得他好亲切，他说的蛮清楚的，还给我们说的蛮清楚的，所以我们就很放心。当然，我们感谢郑医师啊，对，还给我们好像，让我们的眼睛都可以跟年轻一样了。
重见光明。对啊，重见光明的感觉，所以真的很感谢他。那感恩你，不会。OK。是，所以主任，我们刚有看到这个影片，然后这个罹患白内障真的对这个患者这个生活品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接下来进行这个治疗部分，是不是请主任说明一下这个白内障的治疗方式有哪些？白内障的治疗方式的话，当它水晶体混浊到一定程度之后，那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手术，外科手术的方式来做治疗。是。那这个外科手术呢，它是主要含两个步骤。是。一个就是超音波晶体乳化。是。第二个呢，就是人工水晶体置入术。是。那是我们首先有一些道具啊，是我们会在我们黑眼球跟白眼球交界的地方呢，用做出一个小于0.3公分的一个小切口，然后再用一个很小的一个细微的探头，超音波探头是啊，进到眼球里头是，再把水晶体震碎，然后吸出是。完了之后呢，就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水晶体超音波乳化术。是。接下来第二阶段呢，就是要做一个人工水晶体的置入。是。那这是一个放大的一个模型啦。是。那这个人工水晶体呢，它远比我们所做的那个伤口来的大很多，所以是放不进去的。是的。那因为进步的关系，医疗进步的关系，现在我们可以把人工水晶体做成软的，是，然后把它折叠，放入一个注射器，然后把它推进去，它自己就会恢复成适当的形状。然后固定在这里头，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是。那这个手术因为医疗的进步，对病人的舒适度大幅的提升，术后的恢复期也缩短得很快。是。是。所以民众他如果这个点眼药水是没有用的。水晶体到一定的混浊的时候，它是不可逆的。是。点了药水是没有办法让它恢复成册。是，可能会有这个延缓到这个治疗的一个这个重要性的部分。对，一方面也让患者持续不清楚的时间拉长了。是，所以这个陈先生，这个经过您的说明了哈，所以他是不是有符合哪些条件，后来接受了这样的眼科的一个手术？哦，以往啊，常常会听到人家说白内障要成熟了再开。是。所谓的古代的成熟，是指的是说晶体整个都混浊变白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张的白纸遮在我们眼前，我们是整个世界都看不见的，更何况可能连拿菜都没有办法。对。那是以往才叫做白内障成熟再开刀。是。那现在讲的成熟指的是条件成熟，那哪些条件呢？有四个条件。是。第一个条件就是检查起来水晶体真的变了颜色了，变混浊了。那第二个条件，这样的混浊让视力下降了到一个程度。是。那第三个条件就是影响到病人的生活了，因为每个人不同，生活影响的程度也不同。对。那第四个就是患者也有这样子一个意愿，有这样的需求。那前面两个是需要靠眼科医师检查，后面两项条件就是患者自己评估，这四项条件都成熟了，那就是我们说的条件成熟。是，所以陈先生他的确这个接受检查，他的白内障是这混浊，对，那视力模糊，对，影响生活品质，对，那他也接受您的这个建议，对，接受这样手术的治疗，是，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手术叫做这个超音波晶体乳化，晶体乳化术跟这个人工水晶体的一个置入术了，对，是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手术，有没有什么优点？这样的一个优点，跟传统的比较起来，传统的是一个大切口的，然后水晶体是用挤出来的，是啊，就像我们吃那个菊络一样，用挤出来的，那伤口很大，要缝。是。那现在这种超音波乳化术的话，那是很细微的，那对手术医师的挑战比较高，但是对患者来讲，舒适度就提升很多，它基本上恢复期快，然后伤口很小。不会不舒服，是伤口小，那恢复期比较快。对，是。那有没有哪些这个民众可能不太适合做手术，或是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最主要是要注意的事项啊，包括因为这个是要细微的手术，所以患者要能够保持头部的一个平整稳定的一个状态一段时间。那如果有一些患者他没有办法这样做，那可能就要用全身麻醉的让他维持这样的姿势。
那比如说像小朋友是，那就需要用全身麻醉的。对。或比如像年长者，他可能有失智的问题，自己不清楚外界环境对他的需要他配合的状况啊，或者是说少部分人他可能对有一些幽闭空间的恐惧症，他没有办法，对，害怕，他没有办法让布巾放在他的脸上，盖住他的鼻子等等的，那个就可能要用全身麻醉的方法，是让他这个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接受这样一个手术的治疗。对，是。那这个手术之后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好，手术之后最重要的部分的话啊，就是伤口的照护了。这个手术可以说医师只做到一半，后一半是患者要自己来好好照顾的，那就是伤口的照顾。那伤口的照顾最重要是两项，一个是防止外伤，就是不要撞到；第二项就是保持干净。所以在这两个原则去延伸，所以包括说不要让深水跑进去啦，不要去有灰尘很多的地方啦，要戴良好的护目镜啊，或者是一个眼盖啊，尤其在睡觉的时候。是，所以这个手术后的一个保养跟照顾也非常重要了啊。对啊，是。所以后来陈先生他这个经过手术，目前他现在这个视力的状况跟生活的品质不晓得怎么样了。好，他现在的视力情况就非常的好，在没有戴眼镜底下，他都可以看得很远，看得很清楚，所以在走楼梯方面也不再产生那样的困扰，因为他两眼清楚，已经有立体感了。那生活作息上又可以让他很自在啊。是，所以还好他这个蛮积极的接受了检查跟治疗了哈。那有没有少数的民众他可能没有接受这样的手术，可能这个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后遗症会产生？因为水晶体它会一直混浊，混浊之后再变成白色的，这也就是它所谓白内障名字的来源啊。对。那这情况底下，有些就衍生成青光眼，那青光眼眼压会高起来。那到时候就不止看不清楚的问题，而是会有疼痛，然后头很痛，没办法吃得下东西，会呕吐等等这样的状况。是，所以这个白内障没有好好治疗，会造成反而是青光眼的这个问题。啊，对，没有错。是，那刚刚也有提到说，目前我们好像这个近视或是年轻的一个族群，目前这个白内障问题也在产生，是不是请主任说明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的水晶体它是一个光学的透镜，所以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光学透镜，它最重要是要来聚光，所以它光线对它的影响很大。那现在的话，很多3C的产品啊，都会有一些主动发亮的一个荧幕，那光线很多彩，所以对眼睛就会增加它更多的光线的曝晒量。那我们发现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在渐渐的白内障的晶体的水晶体的混浊有年轻化的现象。是，所以今天主任这个给我们叮咛哈，这个近视年轻人的族群也要小心白内障的形成。是，那今天非常感谢郑主任来到现场，来为我们介绍这个白内障的一个症状以及治疗的一个新方式。那各位民众，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一旦出现视力模糊，一定要及早就医，寻求专业的治疗，才能有这个彩色的新世界。我们智慧人医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那期待下次见，明天见。